老板，水煎包，要几个？肉包两个，菜包一个。哦，菜包，肉包只有一个。肉包只有一个啊？那菜包呢？菜包有。哦，菜包一个好了。这样多少？这样三十。三十啊，好。那如果还要肉包，等多久？差不多，十分钟。十分钟，好，那先给你三十，谢谢。你好，你要几个？一个菜包。一个菜包。礼拜天固定休息吗？礼拜天固定休息。对。好。现在内线，疫情的关系没办法在现场打开。我们现在开啊，开看一下，开它的内线。Juicy， 美味可口，我绝对不会比鼎泰丰的茶哦，而且非常 juicy。再看一下菜包，菜包的是清脆爽口，等一下，哇，美味啊，美味，美味，美味！哎呀，如果有碰到淡水的时候啊，就可以这个铜板价30块两个，60块就四个。够你饱足一餐，如果这时候你再搭配一杯豆浆，我想是美味可口啊，比那个什么永和豆浆还棒。 OK， 好，那希望你会喜欢上这一家的小笼包啊，不对，小笼包是水煎包。 OK， few moments later. 炸物回来了，来看一下。那一般而言呢，就是我个人是觉得，我们可以先试吃这个甜不辣。炸的还不错。好吃。等我摩托车骑到那个地方，再回来待五分钟。一般而言呢，太好吃了。一般人炸物都是现炸比较好吃，尤其是甜不辣。那五分钟的车程呢，你回去再吃这个甜不辣依然好吃。那有些炸的不好的店家呢，即使你他刚炸完你吃的时候呢，干干扁扁的很难吃。来看一下这肉的纹理，实在不错。OK。有机会可以推荐来尝试一下这家炸物。最后，谢谢您的观看。如果这视频对您有任何帮助的话，还请帮忙订阅、点赞跟分享哦。